一个，就是把他们三只猫咪放在一排，然后呢，你就拿猫咪的东西逗它，看谁先跑过来。我觉得也是要看你们个人魅力。他们两个大概会直接跑走吗？就是跑到别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一趟准备好了吗？开始！疯狂天天下，疯狂冲刺，冲刺，冲刺！怎么没有人？无人理我。看到三个主人，如果我们先不看猫啊，先单看这三个人，好像在干嘛一样，有点在进行。你家猫怎么？过来！欢迎来到第一届猫咪比赛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赛道上面，三只猫咪好像根本不想听它主人的，谢谢。太难了，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个人特色。好了，让我们看这一只失语的猫困困，它已经开始进行对猫咪。不理不睬的模式，想说赖你来不来不来拉倒啊。那我们看第二只猫咪，天选，它的主人都已经把猫炮打到它这边了，但是它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嗨，天选，太好了，我们第三只猫咪，它的主人都拿出了一个像花椒一样的叶子来进行逗它，但是它不想理它，还是有点觉得这只猫咪，这个主人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好了，主人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咆哮性的模式，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咆哮，但是咆哮并没有什么用处。好了，想必大家都累了，看三个主人好像也累了。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距离的形式来说的话，其实是天选已经算是胜利了。对，天选你赢了，你是妈妈最棒的宝贝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根本就没有动过。好，我们恭喜天选获胜。耶、yeah! 好了，那我们刚刚呢就算是天选胜利了。其实也打平了，刚刚第一组的是今天赢了嘛，然后刚刚那组是天选打赢了。然后最后一组你要生气啊，最后这个环节是就是主人诱导哪个猫咪叫的最好听。对，所以说要你一定要让那个空空获胜。好了，那么你们家的猫咪先来。太叫了，来。Oh no！ 怎么这么矜持？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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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好，我们的一号选手唱的还不错，刚刚发出了一个猫咪的咆哮声，快快，还哭泣了，对，精英高一都唱了，还有天选了，天选来一段，我今天都没听过天选，天选，天选，快点，天选瞪大了他无辜的眼睛。叫啊你们！今天叫吧，今天来。我听话。真是今天感觉是这种生闷气的叫声。对，成天就骂骂咧咧的在这里。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也能分出胜负了。你的猫咪赢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叫的挺好听的，叫挺好听，但感觉它的叫声有点像是那种生气的呼叫。那我们试一下每个人叫的猫咪声叫的看谁最好听。那我先来一句，喵。这什么烟嗓？我叫一声，喵。哇，你好会叫。那你来叫一句，我说让你叫，不让你的猫叫。准备好了吗？喵喵喵！搞错了，再来。不叫，它有点低八度的叫声。喵喵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这里出行。
天选。你把天选是我是天选，我是天选。天选人。哦，好了，我一听这就是一个80岁的猫咪，一个80岁的猫吗？是一个年纪大的这个猫咪，所以刚刚，哎，其实刚好三个环节，三个猫咪都分别的防守，对，都打平了，都打平了。坤坤是坤坤上家，坤坤是天生歌姬喵。嗯，然后天选是。乖乖宝宝贝喵，然后天辉这个是舞台 idol 喵，哇，三个都有，就是爆成功很好，乖乖宝贝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本环节的最后一趴，就是好物分享。所以你的好物是什么？我第一个好物是这个营养膏，就是这个都感觉都扭得看不清名字了。这就是它的遥控器啊！为什么忽然 Q 遥控器？其实真的就蛮难选的。梦瑶，哇，瑶瑶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个不用选了，还要选？答案早就在阿星眼里了。是，就是一个是刚刚跳完寒夜，一个是我的室友，啊，只是室友，一个是我的遥控器，所以我要选遥控器。啊啊、OK， 他的遥控器。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肠胃不好、嗯、就不舒服的时候吃了一个罐头，叫鲑鱼泥，然后这种是那种湿粮，就是他肠胃不太好的时候比较容易吸收的罐头。就是这样子单吃吗？要拌着猫粮都可以吃哦，都可以是吧？嗯，这种贵吗？这个很便宜的，多少钱？这倒忘了，但是因为这是他从小吃的，所以他就比较喜欢吃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吃的，这样子一条能吃掉多久能吃？可以吃好久哦，但是他一次不可以喂很多，他一次只能喂2-3厘米之类的，就不能过营养过剩。有时候就骗他，你就这样给他吃，但是你没有挤出来，他也会挤出来。猫也很傻。那还有一个是零食，但是这种零食是可吃可不吃的，就是想买给他尝尝，就偶尔吃一个。叫山羊奶布丁。叫做山羊奶布丁。这个是偶尔喂一次，就一次可能就吃一个这样子。对对。那么小晴呢？好，我的就是逗猫棒。首先它是最新潮流的豹纹款式，然后呢还有一个铃铛可以吸引天选的注意力。嗯，然后呢，而且它这是有弹力的，就无聊的时候可以用来吊猫，就这样吊。看它更喜欢哪一个。好的，赢了，零食获胜。好，你的呢？好，放开了，酷酷。我家祖传的逗猫棒，祖传已经变成这样，有我家猫咪的专属牙印，然后还有断掉的潮流羽毛，潮流还有可以无限拉伸，怎么嚼也嚼不断的弹力绳索。我们感觉像是什么购物频道卖东西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，我家祖传的逗猫棒，最新潮流的豹纹款式逗猫棒，还有一个是可吃可不吃的羊奶布丁。是$9.98。Oh my god！ 买它！好的，如果大家真的很想买它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关注我们ChuaiChuai TV 的 B 站还有微博。然后刚刚我们上面所说的这几样好物，然后全其实都会送给我们的粉丝们，对吧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最后，我们先用每一只猫咪来给大家说一声拜拜吧。拜拜拜，今天拜拜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